这很好的，很好的高王观世音经啊，高王观世音菩萨他曾经这样子对我说，你只要有紧急的事情，你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，这样子求救就会有救。紧急的事情啊，要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，这是经名，经的名啊，高王观世音经是一个经的名字。